OK， 我开始了啊。私募现金。感谢啊、感谢安利公司啊、所有的陈总，还有所有的一级主管哈。那、今天特别每年过年前都来拜访我们，然后呢，致赠非常精美的礼物，并且像一家人一样的在聊天叙旧哈。那这是安利台湾一个非常美好的传统，安利台湾哈。So today is very happy because Amway Country Manager Taiwan Miss Sherry come to visit us because every Chinese year we have this kind of appointment because we have like a family. So now I want to interview and I want to invite the Country Manager Sherry say something to everybody. 那请陈总这个机会可以。谢谢你们每次都特别来看老师师母还有我们准备那么好的礼物哈。那我想说在这个时间点是不是你也讲几句话哈，那我们可以聆听一下。飞鹰的所有的兄弟姐妹们大家好，每一年这个时候呢我就来看我最尊敬的刘老师跟师母，特别是咱们在台湾的市场的影响啊，对于飞鹰团队的带领公司非常的感谢，我们真的是老师是我们的安利之宝啊、所以今天能够一起来，然后还有啊，我们所有刘氏家族所有的二代三代都在一起，非常快乐的 party， 是也没照我。哦，照了，OK。然后我们还有我们的张经理，还有我们的这个Alan 好，还有多好。好多好 ，OK， 还有我们一家人哈，说、后面哈，还有啊小朋友，还有这个哈 ，OK 好，大朋友哈 ，OK 好 ，OK 还有天慈哈 ，OK 那请老师也为我们说几句话。非常感谢公司每一年都这样隆重地来我们看我们，也送给我们很多的非常好的礼物。我们唯有用行动来报答总经理对我们的厚爱，好，谢谢。耶、yeah, ，好，师母，谢谢。啊，非常感谢啊，我们安利公司的总经理 Sherry， 还有我们同仁，他们非常的鼓励我们、支持我们、照顾我们，啊，我觉得非常的感谢，所以我们要更加油，啊，来回馈。OK。好，谢谢。然后呢，我也跟老师、师母，还有我们所有的我们的钻石们，还有我们飞鹰家族的朋友们，我们先拜个早年。啊，这个今年呢是狗年，金狗年，祝福大家旺旺旺。OK， 也祝福大家狗头狗脑。那师母要讲几句祝福的话吗？好，祝福大家新年快乐。安利事业蓬勃发展，早日上皇冠大使。OK， so 我讲一点英文哈 ，so 不知道怎么讲哈 ，but thank you country manager every time bring a wonderful gift and to us is our teacher FAA 23 point Jimmy Liu and Grace. So we are so lucky because we are partner with Amway. So we need work harder, try to reach a high pin level, try to become FCA as soon as possible. So thank you and a happy Chinese year. Okay, bye bye. Okay, 好。拜拜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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拜